讲，我在前面再稍微简单讲，就是我们的游戏是香菇大冒险，然后主角是一个香菇，然后它就是主要就是它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它就是一个 2D 游戏，然后它是是横走游戏，它会跟着玩家的移动，然后玩家他如果做到踩到障碍物，他就会死掉，然后他会从他的尸体上面长出一个新的玩家。然后我们是用左右移动，左右的方向键移动。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，就是我们要符合主题，就是让他死了之后，他会再重新长出来。然后放大缩小的部分，就是说他刚死的时候，他会变成小小的，大概过了5到10秒之后，他会长回原本大的样子。所以我们要再利用它，还是我们有时候要利用它还是小小的时候才能通过障碍物，像是图上面这一个一样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我们还没有讨论出来，就是这个通关方式，我们在想说要不要，就是让它累积死亡的次数来当成那个分数，或是直接找设一个终点让它通关这样子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报告，就是我们的游戏就是现在目前做到的，就是城市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先播放一下影片，等一下，就是已经做到，就是它会可以放大，然后它可以踩着它的尸体到达终点，这样子。这是我们目前城市做到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就是我要来展示，就是我们的关卡设计。我们的关卡设计目前也就设计了一些，还有它的路线等等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美术，我看一下美术，美术目前好像还没有完成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demo。哦，就是我们的游戏，然后是可以这样，然后它会这样，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变大，然后我是不是要听得到你们声音？然后我们的游戏就是它会随着时间变大，然后只要踩到陷阱之后它就会死掉，然后变回小的时候，然后就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过关。就要一直堆尸体，然后就是一个我们想到的败部复活的方法，然后就是一直走，然后到达终点，终点是一个小旗子，然后这样就是我们的过关画面，continue 就到第二关，然后后面就是还没有做好，不过我们就是有做了五关吧，我记得好像有做了五关。